说，海的对面有个瀑布，船会从那里掉下去的。这是什么？哎，爷子啊，算是飘过来的东西里一定会有个基本款。可是它站起来的。笨蛋！笨蛋！椰子偶尔也会站起来的嘛。椰子站。你要我喂你，知道了。喝完水之后你要马上离开，永远不要出现在我的面前哦。你脑子不好，就别在这搅和了。那个，
想利用赤尾在海边大受欢迎的女人吗？要听这种谣言，随便你。你听听看，要听这种谣言，随便我。我告诉你，这种女人最喜欢高唱自由，而且她们呐、最喜欢留很长很长的头发。你跟赤鬼上床了吗？啊！卫生是什么？是人还是鬼哦 ？I have a dream。你说什么 ？One day, this world will rise up. The true meaning of its creation, which all these truths to be self-evident.All men created equal. 真奇怪，姐听不懂你说话，只觉得像野兽在嘶吼的时候。我反而更了解你要说的话，但是我很害怕，会不会了解你的语言之后，其实我根本什么都不了解。What freedom mean? 你是不是说要在一个什么自由的上面敲响钟声？他是人是鬼都无所谓吧，你只要说赤鬼是鬼，你就可以继续当人了。女人，我问你最后一次，在你眼中那个赤鬼是什么？他是人。太阳下山，断罪结束。每天早上把他们带到海边公开处刑，不能让他们敲响海边的钟声。今天晚上把他们带到海边洞窟里，轮流彻夜监视。他说暴风雨要来了。大哥了，大哥了，大哥了，不哪里。所以呀、鱼是不会接近的。没办法了，阿渊，把你准备的食物拿来。哦，快！这是什么？赤鬼的食物啊！那我们的呢？没有啊！怎么？我不是叫你准备我们的食物吗？啊，水泥。说吗？你说的，但是你给的不是鱼翅。你现在怪我说你自己意识不清楚，其实你根本就知道吧？你怎么可能不知道那不是鱼翅？我不知道。我看你是假装不知道，要不然我这个骗子说那是鱼翅汤，你会这么容易就相信？哥，我说的话你从来就不相信，为什么就那时候相信？不要再问我哥，我不要跟你说话。我只想让你活下来，我希望你活着，因为我爱你。吃下去好活命。